中单会不会玩？我看他是中单阵型。如果中单是主玩中单的，那就完美了，那就能赢。下吧啊！好辅助，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战将，中单会玩。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모든상황에대비해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盖伦儿，我们中单是玩，我们中单好像啥位置都玩，玩 AD 的。没事，咱俩确实应该补位一把了，这没办法，这肯定得补一把。确实，这把尽量拿下，只要这个中单不出事就能拿下。我觉得，把中路别被单杀，随便。下路没有眼儿，好站起来了，哇，牛逼啊！虎哥，我把 AD 呼唤了。线儿不是那么很好呀。放眼，大阿哥可能在下，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刷野。你把他捡到！哎，六滴血，我操！哎呀 ，Q 闪！我没滴这么惨吗？又死了 ！AD 确实是有点惨，小惨吧，小惨小惨。他们打野交闪了没？交了，肯定交了，你必须得交。坏了！哎，我一寻思那中路就指定得让他巴德抓，肯定要抓他，他双 buff， 他这波就不该推线，他这波该他不等杰推线，他回推线。他是不是给杰送了个人头？他怎么打？还出破败？再拉斯再下了。
把看能不能这个德玛飞起来，这德玛飞起来他们打不动，这边没有那种打肉的。这结果估计快六级，我起飞了。巴德没了哈，放飞了，放他出国去了。这中单玩不了了。这德玛也是个菜，哎。让我帮你们下路人过来就行了。这德玛也好菜，一点都不能。怎么卖我我都搞不懂，有人吗还是怎么回事啊？中单来了，那我下野区应该没，哎，猴哥你该去我下野区看看这个塞拉斯有没有。我现在要帮你们下路，那上路有点菜，我跟你打局上路。算了，那我也去，那我就不要加你的蓝了，加你蓝应该没了，应该给萨拉斯没了。哎，这波灵性游走，萨拉斯六级。这必须得有两波了，不有两波不行了。这巴德老乱跑了，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阿德这英雄就是他有就喜欢游，喜欢捡东西，然后去游走。算了，我溜了。也没大的，装甲头。你不说他没大吗？他中路，他中路不是大过了吗？那他有大。过一会儿，我放峡谷。我来了，我来了。我先。那算了，给了吧，给了吧。我你们可以中路，嗯。这里还是捐了，为什么他还是死了呢？对，辅助还出黑切，出黑切打团队啊。这个德玛西亚乱用的。哎呦，他是真的菜，不是我说什么。哎呦，这德玛应该是个德玛去辅助的，我们这把稳。这德玛这么菜，他为啥？哎，他不是玩双单车呀？
红豆有点菜。他们赛亚斯在下，我打完红，如果可以来一下，辉哥你大招最好等着等我，我们下 AD。行。我打红去了。哎呦我操！塞拉斯没大了，这动啊，还是哥哥，你看一下吧。再看。哎，下拉斯。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哎，看 AD。哥哥不要闪了，哎，没治疗了。黑牛。没闪。我给什么？哦，波比不来，不把我杀了，我说不会，那是不就能操作？他们 AD 走了，这波打的等于狗屎一般。看多个人，哎，我下野兄弟。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他好像没闪，能把他杀了。杀了估计有点费劲。我在赶，我在赶。他没大招的。啊不对。这怎么还有个杰在这里呢？不回家的吗？这帮人。不得吗？你自己吃吧。千里奔跑，波比，哎，这不可以打 AD。啊！扒到这干嘛？你这 AD 能杀不？我也搞不懂这刀锋为什么不追呀、啊？他是装备不行还是怎么回事？刀来了，塞拉斯来，还是没技能呢？感觉你们可以杀这波比的呀，这杰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打人啊，菜，打一半走了，哦，这波究极麦，他的，哎，阿古尼他也是，哦，这 ADC， 哎，好垃圾啊，这队友，
哎，胡总，把车拉出去，这队友一个比一个垃圾。他没闪的，不好杀呀！哎，这中路的线我收得了。哎，猴哥，哎呦，哎，好来玩啊，真是挺难玩的。龙要刷了，跑到上路去。哎呀，啥队友啊！没有机会呀。还可以。哎哎哎哎！我也得出个武术鞋，我不出武术鞋，感觉跟不上这巴德，跑得太快了。来回跑，哪一出事就来人。巴德往下赶了啊，但是我也在。哇，一个没啥聊，挺难受啊，兄弟。帮一下 AD。走得了吗？可以。太追，太追，你要完事儿，我跟你说。可以杀波比，可以杀。哎呦我操，还行吧，还行还行，可以接受。
坏了，猴哥，我才发现我没开麦。嗯？才发现我没开麦。别说了，小龙，我带点针眼吧，我就不带着药了。这波小龙团打赢我们就能赢。我们小龙团赢了，直接我们就奔大龙了。我们打团有一说一很猛，波比没闪，来我们搁这蹲着。大龙，啊！哎呦，这波比怎么没杀掉、哎？为什么？对呀、啊，为什么没杀了啊？那个血没能量，劫没大，还行，劫没有大。哇，佩伦，我们这 AD 在干嘛呀？完了，这躲着，有裹着。我以为盖伦这波天神下凡，没想到下饭了。这 AD， 这 AD 过来感觉天神下凡，这 AD 过来。我差点钱，我要出个鱼了。我五幺不是我五幺有了，五幺有了就好起来了，打波团吧，打波团吧。你大爷的，你还要单杀我呀？他打你怎么这么磕？他出的推推棒，直接半血大半个血。没有控制，巴德都横着走，有点控制就好了。哎，觉得我们可以打他。来一个！你这为什么巴德会自己敢在这个位置出现呢？我就没搞明白了。埋的贼他妈骚！哎。哎呀，晕到，头大了。你打大龙不？试一下，来来试一下，看我们打得快不快？我觉得我们全 AD 打得快，打得挺快的。他们没视野，别 run， 别 run 的。我先套个点眼给。谁能跑？今天谁就是龙种？再见！哎，我掉闪干嘛呀？龙种，这德玛大都没用。哎，我应该卖了，卖了我也是龙种。哎，还
哎，我蝌蚪这波扑上去换一个，我好像能换。打个塞拉斯，不知道我能不能咬死。ADC 没闪，没治疗。啊，这波他们 ADC 大招位置太好了。干嘛呀？大波可以杀 AD， 猴哥，他没闪没治疗，他把他们 AD 秒了，他就赢了赢。我来个守望者，不是，这叫什么？石像鬼白甲。我们这手，我们 AD 三件套。这 AD 装备起的其实挺快的。他这三件套便宜啊。我们刀妹也三件套了，我也三件套。他这二过来干嘛？他是不浪费啊吗？哎呀！大爷在拿快！我出来的很快，没空。没大了呀。W 死了 ，Nice！ 我得钻一下。发财了，这么多眼儿。啊，他们三条龙，这条龙要给他们，不给我丢了。来个血手，应该冻伤的，该出帽子。把出帽子好像有点多，该出冻伤，该出血。算这家有些刷了。这波可以看，这波开他们 AD， 他们 AD 没闪。他们直接在下路，能拖一波吗？拖一波起来打。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往哪跑？中推。这波杰哥下路还是可以的啊、哦！一波吗？一波不了到这个，一波不了，可以推个高地。大刘应该死不了，不两步的。这也行，这猴打团很强的兄弟。你以为没帽子回家了，我下波伤害很高，他们扛不住我伤害了下波。直接起飞帽子，我现在打出来来给他们来一下就行，给进来给你们来，我出了个帽子来的结果，然后放放 Q 放放技能，多带点针眼，哎，多插点眼儿，多带点针眼。大龙，我们打大龙贼快。我去大龙做点视野。猴哥，你等我一起吧，你一个人有点危险。
我呀，成哥没了，不是他血手没了，你们俩没大了，换杰一个大，杰的大招 CD 比你俩快，哎。啊！可以杀塞拉斯 ，nice， 能一波不？费点劲，大龙吧，要不？能一波啊！不管他，不管他，推中他。这盖伦挺吓人的。开 AD。AD 我秒了 ，AD 我秒了，nice！ 推塔推塔推塔，快拆塔！推塔推塔推塔！没事，现在可以杀一下，无所谓。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哎，我杀你妈！我为什么不杀？为什么不推塔？杀死！我就杀死！翻台了，兄弟们！拿下，拿下，拿下！四连胜了，猴哥。